放牛的一天又开始了啊，兄弟们！现在下半年了，除了放牛还是放牛啊，视频的更新也没有，怎么说，没那么好看了啊，没办法，养殖就是这样。现在上赶牛去，快去！现在跟着去放牛，高兴的要命啊！这牛哥放着放着都顺路了，都知道往哪边走了。现在这个牛啊，看见哪里有一点点绿的，都拼了命的去吃。盘头盘，这盘头长大骨架是挺不错的。这盘二的话，公牛估计矮一点，像矮冬瓜一样。黑子，过来，过来，帮我摸一下。坐坐坐坐，过来，黑不溜秋的呀，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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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。你看这黑子啊，黑子了，这里面的毛白的，看。放牛的一天又结束了哦，这又下起了绵绵细雨啊！回去把牛赶回去。又打电话来碾米，事多。回去喽！哼哼，盘头你傻了，不知道回家，妈都不要，那又不是你妈。看见小牛估计有伴，不想走。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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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，追着他跑，上上，哎，不要去咬，哎，哼，别踢到你，黑子哟，嘿，我去，这么多谷子在里面，碾米碾米，碾米喽！估计快过年了。都开始存粮了，开工。你还真会睡，睡在这上面。现在碾完了。1小时。
十多包，赚了多少钱啊？差不多有两包华仔的钱。哎呦，可以放在这里，等一下他自己回来吧。现在回去了，今天就到这啊。最近的视频有点单一啊，没办法，给我们劳动人民点点赞啊，兄弟们。